电油的电起火了，然后我们这边整排的电全部被拉下来了，在等那个消防部门什么那些过来抢修，起火原因我们也不清楚。这是北京时间4月3日下午9:36，安仁县城现在的景色，我们看一下，一片乌黑。到。各位朋友大家好，现在发布一条紧急通知，连云港东海县三名学生集体失踪，在高铁北东西路下车之后呢集体失联。4月4日是清明节，广东韶关遭遇罕见的雷电暴雨天气，多地被水淹，有汽车被洪水冲走，大桥铁架被冲塌，七人在扫墓期间被雷击受伤。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4日发布通知，宣布全省进入2024年汛期。韶关多地遭遇暴雨袭击，多条河流涨水，城市严重内涝。曲江罗坑水库气象站录得最大一小时雨量 135.5 毫米，打破韶关历史记录。截至4日晚9时，据不完全统计，韶关全市7条公路中断，其中多条道路边坡塌方。截至4月5日凌晨，韶关市共转移安置800余人。当地市民拍摄的视频显示，在暴雨降下前夕，韶关城市上空乌云盖顶，整座城市一秒钟从白天变成黑夜，场景十分恐怖，随之而来的是大雨倾泻而下。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发布图片称，4日中午1:30，韶关整座城市一片漆黑。这里是粤北人民医院旁边一点点啊，大家看一下，这棵树这么大，都被今天的这个风直接吹下来。天哪，大家可以知道今天韶关的这一场风到底有多大。视频显示，韶关多条河流水位暴涨，有居民在家中看着翻滚的洪水惊呼，太恐怖了，这水太吓人了。还有司机开车路上遇到洪水淹路，哀叹走不了喽，水淹了。视频画面显示，城市道路已成汪洋，一些汽车泡在水中熄火，有人站在车顶等候救援。一些临街商铺被水淹，有民众骑电自行车在洪水中前行，水深没过膝盖。有韶关英德的网友表示，整座城市一片汪洋。暴雨导致城市严重内涝，多人被困，有大树被狂风吹倒，有汽车被洪水冲走，一座大桥铁架被洪水冲塌。清明节当天，有网友爆料，韶关乐昌市7名村民在扫墓期间不幸遭遇雷击，其中一人受伤较严重，其他人受轻微伤，烧伤严重的村民已送院抢救。有知情网友表示，
雨下得太大了，据说在树下躲雨。还有网友提醒，宁肯淋雨也不要躲在树下。4月5日，韶关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暴雨天气将持续到4月7日。另外，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四省、自治区已遭遇暴雨袭击，已经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我20年的家庭就这样被弄到地里去了，我该怎么办？谁来为这个负责任？没有人承认。看看我的家具都成这样，我并不是不搬走，我已经找好仓库了，而且我提前给拆迁办说好的，为什么这样欺负人呢？还让老百姓活吗？我不是搬不搬走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为什么这样对我？我也说搬走了，你们也同意了的呀，为什么半路给我拍到地上呀？我这是不让老百姓活了吗？有你们这样的吗？我家具毕竟说好了搬走，你们也同意了我的时间，为什么半路全都给我拍到地上？谁来负责任？拆迁办不承认是他们干的，谁不去找谁呀？大家看一下，我租的家具报警10多天都没有找到，现在都在拆迁办办公室，全都在拆迁办办公室。拉这么多，哎呀，孩子，孩子，我不会干。和广大市民共同努力，执法部门已经作出了强制执法，责任去维护法治和秩序，拆除上述的违法建设，行政处罚绝对公道，依法当事人涉嫌侵占村宅等土地，在山西区提醒大家11/3/1这个刚刚不是人民都赔的钱。区里面积40.9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26.14平方米。直接告诉我，全是那个，这坟墓也挺多，这碑也挺立的，挺大，这就好。庄子倒了一个，丢了一个倒了一个。我实名举报，招商银行中商分行在2014年，招商贷了3000万给我，但我一分钱都没有拿到，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些钱转到哪里去了。2016年，招商告我，我没有办法，我到处申诉，我足足申诉了10年。因为我没有拿过一份钱。2020年要执行我的房产，我真的崩溃了。我60几岁的人，我到处申诉，可以申诉的地方我都去了，我真的走投无路。招商怕暴露事件，然后要我撤诉，在2020年10月26号要我撤诉所有的投诉，和我和解。然后我没有想到，他们在我完全没有告知我的情况下，把我的债权卖给了深圳一个姓张的私人，然后这个姓张的私人堂而皇之的拍卖我的房产，就在今年3月27号拍卖了我上海的别墅。这还有天理吗？我继父是家破人亡了，我老公要和我离婚，我请求有关部门加入调查，还我公道，救我于水火，谢谢。Thank you.
5日，中国大陆社交平台包括抖音、微信等流传很多台湾地震的图片和视频，其中花莲县县长徐真卫穿着印有姓名和职位的工装马甲在地震现场指挥救灾的视频引发大陆网民热议，就怕货比货，哎，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人家是选民选出来的，所以这样对选民有选票就是不一样。还有网友讽刺大陆中共官员，我们有大伞子红地毯，我们麦子地里都有白米红地毯，我们那里想见个县长那是难得要死，我们这县长出门都是保密的，且一点都不好看，有什么好借鉴的，你看看我们将军肚小金表西装笔挺助手撑个伞，风油精一洒手帕一捂泪两行，转过身同志们加油啊，回家泡茶。台湾花莲发生地震后，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坐镇灾害应变中心，副总统赖清德奔赴花莲天王星大楼勘察赈灾，公务员在灾区现场办公，各项救灾工作有序进行。网友感慨，在中国大陆发生灾情时，中共领导人和地方官员集体失踪，救灾混乱。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可增强免疫力，使疾病无法入侵，被称为万灵补品。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白参、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东医宝鉴》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带成分，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另外，人参皂带 RA、RF、RG3、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燥火性质进去，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带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带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是红参的6倍多，是白参的16倍。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